庆佚佗，分林国庆乡大埔上湖社区甲华南社区，然后真个农特产品景色真水，生态嘛真丰富，要真个农村体验活动。即摆三个社区推出农村小旅行体验，邀请乡亲去国庆享受自然的生态。观光旅游活动渐渐恢复，为了将在地农产和风景推广出去，分林国庆乡大埔上湖社区和华南社区结合水保局农村再生辅导和规划，推出农村小旅游。那大家都闷坏了，那我们现在也不用出国，就地就近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云林县。这个农村小旅游会伫咧八月份举办个推出，来送给民众，除了会当欣赏到国庆美丽风景，卖当食到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大埔社区体验农村小旅行，然后带给自己一样不一样的暑假活动。国庆乡长嘛讲，随分一艘九架线通车，期待来分里面耍的人会当变多。但是对这摆国庆社区的农村小旅游有兴趣，民众会当伫咧大埔社区的农民找相关资讯。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